Let's go party吧。我觉得快乐可以帮助成长，都因为你们吵闹的声音没有办法仔细的说。你在当学生的时候，然后这样，好不好？老师这里很正啊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快乐可以帮助成长。当我们在故事当中去体会一下人生的经历跟经验。嘴唇干干的是故意的吗？老师唇干是。全年级就你们最糟。我的心也很痛。给你时间好好表现。哎，同学，有谁会想要当个叨叨的老师呀？你 one day loser, always loser。我教书这么多年，第一次遇到这么难教的。Will I be okay, baby? All right. Action. 哦，这个成绩哦，你直接狙狙啦！开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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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。Why did you raise your hand? 上课的环境要轻松一点，哈。来稳阵吧。天哪，我要先去搞个教练回来。好，不要今天没有体罚了啦。老师，大一点啊！我没。为什么不行？拜拜啦！好，算了。这个我真的你就表现自己就可以哈，那我们自然就好。好今天所有东西我们都不会外流，但是就只是做个调查报告，学生也看了。